人我是进得去看，但住院的病床就不让看了。这武昌殡仪馆这里面尸袋，刚才我照给你们看了，现在又多了，刚才三个，现在我数一下啊，尸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八个。哎呦，这么多就这样，就那死了。这是几年？就昨天的是吧？哎呦，这死人这么多啊！这是病房不让我进了，他在往这搬尸体呗，往这搬尸体。这里面有还有枕石，也有枕石。哎呦，这里面也有枕石。你家什么人呢？父亲。哎呦，我的父亲。哎呦，你把这个金箍的一个一毛的颜色，我的兄弟，完全知道是。完了。我家的。完了，呼吸不上来了，已经没有生命特征。啊，不说了。没有生命特征了没？这个又完了，这个完了。这个又完了呀。这个又完了一个呀。用完那个，他儿子啊，又快死了一个。他儿子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，那个停，刚才三个，现在几分钟？五分钟吧，现在已经八个了，又来了一个，来两个。里面还有尸体吗？还有啊，这么多！哎呦，这家这个也太多了呀，家伙！